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考虑到在疫情的冲击之下，弱势学生的生活照顾问题，助济基金会前五星透过跟南投县政府合作，购买蔬果箱以及装有各种生活物资的安心生活箱，让囡仔会当补充营养。草屯地区今仔日嘛展开配送的工作，由志工分组两台车，将物资送到侨工、中原国小等等学校，再过来转送予弱势学童。在草屯镇农会协助栽桑，一个组织志工做来搬运之下，扛着各种生活物资的生活箱，一个新鲜蔬果以及白米，分组着两条路线，送到北京学校来转送给弱势学生。对，真的是还省蛮多的。对，因为小孩子三餐，以前都是国小，中午都在学校嘛，现在就是从早餐、午餐、晚餐都是自己煮这样子。很感恩啦，感恩。大家都欢喜个哦，有这做这都帮忙。欢乐宫弱势学生的生活照顾受到疫情影响，组织基金会提供着相关的补助，会在休假期间配送着两本，草屯地区共200多户，嘛感谢农会来赞助着运费，到底做公益。我们更结合当地我们就地采购这些健康蔬果箱，让他们除了米饭，他们还有在水果方面也得到了一些补足，希望能够让他们在暑假期间能够非常的安心。我们更有为孩子准备线上的教学，有补助一些电脑的，还有一些文书方面的设备。在那鸟出补助的家长当中，有阿公爱家己照顾着孙仔，平常时扣资源回收物补贴着生活，做孙仔会使讲，逐天拢是食泡面。毛家长受疫情影响，目前是替人摒扫做临时工，做为着家庭的收入，拢正感谢着组织，回来减轻着生活负担。我们有16户，16户的家庭，让他们得到这些蔬菜、水果还有米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及时雨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这些家庭他们本来生活就已经很辛苦。组织金会预估利用3天的时间来配送到这些物资，甲关怀来送予弱势学生。记者林雨欣采报道。